今天想吃什么？有一本好书，如果可以再来一杯好咖啡，那就太好了。我想要吃草莓松饼。我就是想要来一杯柠檬冰柚苏打。你慢慢看。杨俊娜，我们先把餐点完，我饿了。哦，好啊，那你慢慢点。今天 FG 编辑带你逛，有鸭子陪我们逛哦。是的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秘密基地，这是隐身在东区小巷弄内的 Zoom in Apartment。哇，我注意它很久了。真的、哦，进来店里面你就会发现说，哇，这家店很可爱，有很多装饰的东西。他们也有跟很多这个艺人出这个所谓的联名商品。这边是鬼鬼系列的哦，这是行李吊牌、手机壳、帽子，跟现在大家很流行随手一杯的保温杯，非常实用。我最喜欢他们家花的印花的部分，然后它是有搭了一件素色背心，嗯，这样其实你下半身非常好搭，像我就会搭比较牛仔系列，今年流行的，或者是比较女孩一点的呢，你就可以哦。我个人啊，个人是很喜欢花，花跟花，然后其实配一双那个三孔马丁，我就觉得很可爱，然后配个很帅气，对，袜子这一件，啊，这个回到十八岁，亮晶晶的，而且是有一点点。薄纱透明的 ，yes， 没错，里面就直接穿 bra 了。会帮你挑这件，其实是因为艺人嘛，很常会出席一些活动，要有一点小小若隐若现的感觉。这家店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基地，要熟门熟路的人才会带你去哦。跟我走。当然。这边呢就是一个8到10人坐的小咖啡厅，因为今天是珍妮来嘛，所以呢我就要特别为你介绍这一个，因为这是限定的哦，里面有放这么多颗草莓的切片，超夸张的，哇，天哪，是柠檬塔吗？传说中的柠檬塔，是，哇，加那个奶油下去好好吃哦，真的。其实现在啊，在东区有很多像是这样子的复合式小店，来逛衣服的时候，男朋友可以在咖啡店，是不是很棒？聪明耶，把男朋友丢在咖啡店，他可以看那种收藏小物，多好啊！这完全就是一个那种托儿所的概念，没错，欢迎大家一起来逛哦。对，然后一起来吃。